咱台湾第一个医学博士杜聪明，伊是台大医学院第一任院长，嘛是咱国医创办人，也座右铭“热血至上，研究第一”，这就是我们高医的校训。现在是网络科技的年代，学生透过电脑、手机上网就能进入全世界。当前因应疫情的关系，学生线上教学的年龄下修，已成教学常态。在此也呼吁学生要有乐学、快乐学习与研究精神，要聪明上网搜寻资料，丰富自己知识，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玩线上游戏，尤其现在网络诈骗非常多，要小心。今天继续吼，行动采访咱这充满正气感的台湾高雄医学大学系友总会林正泰理事长了吼，关怀社会吼是足重要的代志，因为即马疫情的影响哦，我即马囡仔大家拢伫线上教学哦，你想讲吼，咱迄个年代哦，读册是拢爱走遍图书馆啦、找资料啦，哦，足辛苦的咱迄个年代，啊，即马线上教学变主流的吼，因为囡仔吼用网络咧上。我现在人手一机咧，哦啊，担心哦，而且网络诈骗嘛，做侪。即摆囡仔话啦，甲家长讲，我买的很多游戏币啊，那啦，上网手机网络嘛，做侪一挂诈骗，一挂问题啦。我倒想着一句话，高一的创办人的一个名言，嘛恁的校训哈。咱的高雄医学大学哈。前身是高雄医学院，创办人是杜聪明，伊也博士，伊座右铭创办国医，伊也希望讲咱热血至上，研究第一啦。哦、所以即摆咱即边拄啊疫情的关系，咱即摆现代化啊咧交流吼，尽量拢用网络吼来交流，也是讲很多学生啊是网络教学啦，尤其。哦，大家都看，咱即摆疫情愈严峻吼、哦，所以利用这网络教学的机会愈来愈多。科技时代人在学生啊，大家拢人手一机。该线上教学，希望咱在青年学子哈，咱我们爱引进来，咱等线上来学习哈。啊，为囡啊，作者在生游戏啦哈，大家拢看个游戏哈，较趣味啊。希望大家我们引进来读册，较早阮读册时代，无遮尔啊方便，哦，阮拢实体啦，拢一定爱去上课哈。还有钢衣，啊料，还有科技，啊，即马咱
这青年学子读册，可很多方面都有这个媒体的应用哈，要学东学西也足紧，哦，啊是讲大家我用这个较努力的，该咱即马学生吼，咱当然咱爱认真，往咱专有的学术方面来读册。这个五月即马高中到会考，啊大家啊都疫情的关系，都无法度老师集中做伙来教册，啊利用这个线上教学，大家就较认真嘞哈。啊，有认真，你将来就较会成功哦。啊，你啊，即摆说上网啊，结果拢咧耍游戏，名师伫咧玩游戏哦，伫咧线上教学咧哦，所以尽量咱利用这机会啊，希望大家我咱真来读册，较努力的啊，卖去啊耍游戏啊，上面吼去完成你的学业。